要说不想钱，那是假的。我不属于那种一本正经假模假式的人，但我的形象还算说得过去，属于中上的人才，跟姑娘照上一面，哎，别人准记不住，但混一段时间就得念着我好的那种人。我在一家社会调查机构工作，分管上等收入家庭的调查访问，无论如何也不像个坏人。我干了5年，还是不了解现在的富人，就因为爹妈给我起了棍子这样的名字，俗不高雅，所以我的工作不好做。请问您一年收入多少钱？100万 US dollar。 你能告诉我您收入的主要来源吗？我是哈佛的硕士，清华的博士。谁派你来的？我不信这东西。哎，您别误会，我们的调查就是为了了解市民的基本经济状况。没恶意。没恶意。没恶意，并且绝对保密。啊，那我抛开乱七八糟的，一年差不多100万吧。哎，一不拖二不抢，全是辛辛苦苦挣的。这是我们的最新产品，都脱销了，要不给您来一瓶，我给你打8折。哎，先生，您听我说，我确实是调查公司的。啊，您不愿意接受访问没关系，我就是希望您别用这种态度对。哎，真没什么恶意啊。再跟你说一遍，早晚有一天我一定娶到你，让你幸福，让你也牵一条8000块长毛狗，让那狗管你叫妈。虽然骆驼已经被人类驯化。您有什么体会没有？每摔一个跟头，就会有一个教训，学不完也琢磨不透。但是归结一条就是，别指望天上掉馅饼。可是有这想法的人很多。谁呀？他们，大街上的，我们。他们不信的话，可以试试。您想过捡钱吗？对不起，我也走了。
我一年收入大约有100万吧，给国家交40万的税，剩下的钱一般都用来买书，当然这属于我的个人爱好。那您的主要收入来源呢？保密，但我以后会写一本传记。进来。经理，不知道是您。是我，没错。我知道我是谁，我看你倒是忘了。没有没有。你光在调查收入来源，消费呢？钱都花哪儿去了？不是太清楚。这种材料没办法摸清我国人民的消费状况。咱国家不但鼓励人民合法的挣钱，也鼓励人民合法的花钱。谁愿意告诉我呀？连这收入来源都是费半天劲才说的。这不就是工作能力吗？下个月报表很重要啊，记住调查材料一定要有说服力。下月奖金你拿一半吧。哎，经理。怎么了？我不太想干了。嗯，我是想我不想在这个我不想再调查有钱人了。没劲，你说的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完了还老拿我们当贼看。那边有个上地经济开发区，全国的财主都往那儿走，保不齐哪天喝多了掉一箱两箱钱，我要是捡着了就能把鸽子取到手，所以我没事就去那儿溜达。昨天那哥们儿啊，他脑子长了吗？这都像个猪一样。哎，他还说你呢，我看他脸上比你包的多。那是，都有上火了。哎，哥子，这么难看。哥子，干嘛呢？哟，棍子，今天爱看书啊？嗨，瞎看，这不是心理学吗？想考文凭。不是吧？是想琢磨人姑娘心思，对不对啊？你瞎忙了，改天请我顿饭，我教教你啊。走了。哎，你看你包长了。哎，哥的，还没告诉我你们去哪儿呢？我跟大帅去昆仑坐坐，溜了帮朋友，顺便谈点生意，对吧，大帅？再见，青年。再见啊，再见。哎，哥的，他还没给你买哈巴狗呢吧？嗯，我不爱吃法国菜，要不中午咱们吃英格兰吧，晚上再吃法式牛排。行，我建议你再试试爱尔兰鸡爪。好吃吗？好吃啊！刚才那青年是谁呀？他呀，街坊，高中同学。这什么二婶？随我呢，人挺不错的。哎，你当心啊！我才不怕。好看，我就喜欢看你的腰，这世上没一个女人有我们家鸽子好看。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让你整天管我叫 darling。 这人蒙你的傻鸽子。高兴啊！哎，怎么今儿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说晚上在昆仑度周末吗？你是在挖苦我吗？
没有啊。哎，早上是你说你和那青年去昆仑的吧？不愿意，我不爱吃法国牛排了，管什么？又吹了。哎，你说什么呢你？吹了就吹了吧，吹的越多越好。不用担心我，我一点都不难受，真的。其实我，哎，干嘛呢？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再多交一些男朋友，吹的越多，你越觉得我好。棍子，咱俩这事儿往后挪挪吧，都是属羊的。哎，俗话说得好，羊还不吃窝边草呢。谁呀？喂，你咋了？等我把全北京城的都找遍了，找不着合适的，咱俩再商量商量这事儿，行吗？你不用全北京，中关村一条街就够了，免得等你选完了，咱俩头发也白了，就等着进棺材了。哪儿？哎，你又干嘛去？哪有时间谈恋爱？我不嘛。随你，随你。谁叫咱俩青梅竹马又两情相悦？这世上数得着的美女就你一个。嗯，你最近又读美学了？没有，读的是法学。没学进去啊。哥子，我一往情深，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们家狗以后就用这玩意儿拴着，保证出不了事儿。出不了事儿？这桂花小区这狗啊，刚把一个人给咬了。哎，就这么大一个小京巴，就你这柴狗，它能不咬人吗？柴狗老实的看人家哈巴狗。就这躲都没地儿躲，哪能咬他呀？哎呦，这狗可没有爹爹观念，我会跟你说啊。哎，棍子，我问你，你养那柴狗是不是专门咬人京巴的呀？啊？你跟我说实话。没，我没那意思。您说养狗多费事，又打针又上管子，还得买高档内衣是吧？嘿，我跟你说，就冲你这个，我就不能让你养那狗了。凭什么就不让我养啊？不就便宜点吗？别人家狗你怎么不管啊？那人家家的狗都有户口，你这狗有吗？我是养条狗还是交个女朋友？
这一定是良心问我要不要拿支笔，这决心真的很难下。我等了两年又有了，这李嘉诚可是干了一辈子，我不能做这种为富不仁的有钱人。可是一走了之，不留下任何后遗症，我就成富人了。这一定是别人丢的钱，这钱有三来源，要么挣的，要么贪的，要么……我要把钱还了，只能有三种结果 ：A， 他知恩图报，分我一笔钱，那是最好的，我肯定假装推辞一番，最后把钱拿下 ；B， 他很抠门，凡事只说谢谢，顶多请我吃顿饭，谁稀罕这顿饭？还有我一口，赖我害了他，谋财害命。其实我只是捡钱，我不是抢钱。四，假设他是一坏蛋，挣的是昧心钱，那还不还那无所谓。那他要是一好人，我愿意拍屁股走人，我良心上一定过不去。这人有时候真是斗破良心。我怎么才能变成一完完全全的坏人？
了不起啊。何种东西比爱情更甜？你给我下来！下来干嘛？你们下来，我上去了。我爸在家呢。你爸在家呢？可不，要不我在家里干嘛？哎，最近我可看你身边没人啊。没人怎么了？怎么了？这回该咱俩花钱月下了，原来说好的。你哪花得起钱月得起下呀？王府饭店晚上有月亮，还有艺术给伴奏呢，你敢带我去吗？我跟你说多少遍了，钱不是唯一的。王府饭店那月亮是假的，我嫌闷得慌。我带你去上帝吧，那儿有一土坡，月亮就挂头顶呢。拉倒吧，我宁愿去王府饭店看假月亮。哎，我敢带你去。真的？来了。哎。去约会啊？没约好呢。怎么了这是？有钱了？嗯。怎么了？你神经兮兮的。你怎么知道我有钱了？可不是呗，这么大一电视，胡同里最大。就是就是，哎。你回头过来看碟啊。行，改天我找几张大片过来看看啊。哎，你可从来没这么爽快的答应过我任何一样。人家还没看过泰坦尼克呢。可怜的鸽子。干嘛呢？小心烧的。
你干嘛不当演员呀？那我哎，先生，怎么好？当演员呀？您看啊，现在是夏天，我们面部呢和手部的皮肤呢都比较容易出油。小姐，哎，您谢，谢谢啊。啊，谢演戏找我，我东影的导演。啊，谢谢啊。那您没事也来走走吧，其实男摄影师很需要美容的，我一般都上白班。打电话不要忘了啊！哎，啊，您慢走。这位先生，您好，先生，您要点什么呀？叫我同志就行了，别叫我先生。同志。早上我没听见，你别生气。您这连谎都不会撒。是我故意的。为什么呀？那咱不是说好了看大片吗？到底为什么我先不跟你说，到时候你知道，我就差你了。那我软晕人了。怎么了？哎，上回那钢段又有新的了。那不许啊，我还没答应你呢。今天我不会那么满不在乎了，今天我必须得跟你好好谈谈。今天不一样了。哎，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啊？谈吧。酒吧人太多，我觉得这世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这事儿够野了吧？那我开始谈了。谈吧，我准备好了。第一，我是为了你好。第二，你说你是一卖擦脸油的。化妆品的。那都是脸上用的，你别打断我。
第三去你们那儿买东西，那都应该是女的吧？哪有男大款成天往化妆品柜台跑的呀？哎，你可别搞错了，现在的大款都讲究美容。那是男的吗？那第四呢？第四，哎，你别调侃我，我是认真的。没有，听着呢。第四啊，你说哪个富人会看上一卖擦脸油的？不是，化妆品小姐，啊，你说你费那么大劲，到头什么结果？你比我清楚啊，我一直替你担心呢，鸽子。那是没个例外啊，高尔夫球打腻了，到我这儿美美容散散心，换换感觉。有，但是你遇不到。谁说我遇不到？我一黄花闺女，没招谁没惹谁，长得你也看见了，比谁都不差。咱们那么多年的爱情，想要献给谁？我不花心，我也不是见一个爱一个。凭什么老天就不给我个机会，相夫教子，结个婚，成个家，老老实实过日子？那你到底是想要爱情还是钱？那你到底是想要爱情还是钱？有钱人的爱情。哥哥，你命不好，打小别人看你好看都欺负你。三班那大头你还记得吗？老从后面捏你腰，完了就跟那帮青年起哄，每回不是我打的。高中毕业没考进大学，你省厅税务局又给人顶了，你考模特就差2公分，你说你长得多好看，多好看的鸽子。棍子，我知道，其实你一直都对我好。我一直都想为你捡笔钱。捡的钱我可不要。我清楚他心里怎么想的，他知道不好，所以会使出浑身解数操作。妈在驾车超过了吧，再次叫停。全连着号，你这是怎么了？又是一个骗子，今天晚上还是我付的钱。他还占人家便宜。占你便宜？哪儿？胳膊还是腰？我找那青年去。哎，你别去。那哪成？我什么时候让你吃过亏？你也找不着，找不着也得找。你出去找机会，我不在乎。可谁要占你便宜，我坚决不答应。
他哪儿呢？他说他是一个导演，东影的。东影，北影也没戏。你等着。我找那什么，那流氓。哪儿车间的？哪儿那么多废话，我找导演又不找工厂。你给我把门打开。不能进啊。姓刘，你既然不出来没关系，我盯上你了。这片子你都没看过。其实啊，真有钱也没什么好。不要是露丝，我也愿意找借口。你可别这么说，其实我也没看过《泰坦尼克》。那会儿奥华卖70块钱一张票，我跟露丝，我跟你都看不起。钱多重要啊！有钱我能花10000多块买套家庭影院，让你看场《泰坦尼克》。爱情难道是画家能干的事吗？棍子，我觉得你变了。我变了？没有啊。是变了，变俗了。我觉得你以前挺雅的。干嘛嘛？你到底是喜欢雅还是俗啊？你真有钱了？怎么说呢，我敢花钱了吧。你看啊，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人呢，他有钱的时候就雅一点，没钱的时候呢就该俗了。你可倒好，就可以反嘎嘎。不知道。哎，我没找着那姓刘的流氓。没找就算了，这不是有你呢吗？富人的生活是如此叫人不踏实。我说的不踏实是指我整天提心吊胆的害着怕。这期间我去了好几次上帝，拐弯抹角探听丢钱的人的消息，什么背景也没打听着。你说他死了也好，要么醉了，要么病了，送医院了，天天不见，没影。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谁惜还魂？不是做事的那一刹那，而是注定要发生的一切推迟之际，就像死鬼一样。问题是，我觉得我是个有钱人，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清楚，在哥的心中，我到底算个什么样的男人？究竟得做个什么样的爱人？谁能告诉我？常带哥子出去玩，那精神头，人五人六的，恨不得一下子把幸福都买光。哥哥是我最近见的，我说傻呀，是爱情让我这样的。拿份足球。没领的？啊，没领的。好嘞，哎，没事，好，哎，挂了啊，哎。
啊，没有。刚说哪儿去？有零钱吗？没有。现在没有零钱，待会儿找你啊。给，这是500。来。给500。这哪那么多零钱呀？这你就甭操心了吧。哎，棍子啊，有钱人的生活都想过，咱们也一样。可要你这钱不是从正道上来的，花着也不踏实。你有什么可不踏实的？我一没偷，二没抢。那你这钱是从哪来的？我啊，写文章挣的。真的？真的，你没见我没事就抱着本书啃吗？你写文章呢？通缉赵强民的行动。咱下回就上这儿来吃吧。小姐，结账。哎，来了。先生结账是吗？啊。您的餐费一共是4600块钱，我已经给您打了9折。啊，没关系，打不打折无所谓，自己点了。您这是什么意思呀？钱啊，2斤2两。先生，要不您刷卡吧。我没卡。你快点点吧，经理请您来一下。哎，您快来，帮我点点钱。快点，我们还看话剧呢。我们这儿啊，从来没接待过像您这样的客户，没经验。你这意思是我拿零钱错了？啊，我不是说您拿零钱错了，我们这儿啊生意忙，这么多太耽搁时间。您下次来啊，再整钱，要不您刷卡了。这不是人民币吗？哪级政府规定吃饭不许用零钱？你告诉我，我给中央写封举报信。赶紧点，点完让他们走。哎，马上就完。哎，你这什么态度啊？啊？对不起，先生，我还有工作。什么工作呀？别理他。啊，哎，那个先生，您这钱我点完了，不过还差200块钱。还差200块钱？不会吧？我这有。哎，200。不是这样，走吧。怎么走吧。完了，以后像这种人啊，就别让他进来。你刚说哪种人啊？哪种人？走吧。不是你别拉我，不打他，我拿包。哪种人？究竟你是哪种人？一个有理想的有钱人还不够吗？我就是看不惯这种资产阶级的嘴脸，太狗眼，看人低。你要不拦着我，非抽那青年一顿。
么意思啊？这咱不是已经谈上恋爱了吗？棍子，我觉得这事儿不对。不对？有什么不对的呀？你是说我打棍的姿势不对？那人不是敬重你吗？敬重你才选择这种文雅的姿势，要是想霸着你，早换别的招了。你是想让我再热烈一点，像南霸天那样？你示意我能做到的。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文化人。刚走，你快去看看呐，他家出事儿了。形势很严峻呐，哥哥家呢出了这档子事儿，他爸爸呀想开出租，赶紧这个借钱呢想买辆车，就在提车的当口让贼给惦记上了，这小偷啊硬是把钱给偷走了。这债主啊又逼上门来，这哥哥的爸爸一气，他就想把自己喝死。这人呢倒是救过来了，可是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啊，您说这是哪个缺德鬼干的？这贼也够缺德的。可不是嘛，这小子他不得好死。哎，棍子，你也赶紧进来，进来呀。我们居委会呢研究了一下，大家都是街里街坊的，是吧？这群众有困难呢，大家都伸把手。今天呢把大家召集来呢，就让大家捐捐款啊，也尽尽心，也救救急嘛，是不是啊？啊这可真不是个小数啊，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太好凑啊，您说是不是啊？叔叔阿姨，我从小看着你们长大，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向大家张这个嘴。哎，来，得，我替哥哥他们家呀，谢谢大伙儿啊，谢谢，好嘞，谢谢，心意，哎，好，谢谢啊。棍子，哎，棍子，你干嘛去啊？给你爸还债，这是住院的钱。你犯法了？没有。哎，这是张琴。小声点。你干嘛让我小声一点？我说，就是犯法了。钱是哪来的？我没偷，没抢，没骗。骗你的吗？这跟你没关系。
真以为你接到这些钱会有多高兴，真的。不是，我求你了，先别管这钱从哪儿来了，咱先把债还了好不好？不好。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我知道那些大把花钱人怎么想的。怎么讲？一开始是解气，痛快，时间一长就无聊了。无聊？对，无聊。尤其当这钱来的太容易的时候，花着花着就花成了纸，跟人生一点关系没有，跟理想一点关系没有。干活比花钱舒坦。哦，真的。哲学家，你进不成哲学家。我深有体会。你发财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鸽子，你想飞？你想吹？到底是怎么了？你倒是跟观众交代一声。怎么了？你自己瞅你自己穿的这身衣服。怎么了？还戴一墨镜。怎么了？再送我一把玫瑰汁儿。是玫瑰花，花让狗追没了。狗追没了？对啊，好像是土蛋，一条菜狗，属于无产阶级。那你就算资产阶级了，一下子咱们这么多钱了。哎，女人非得都像你这样吗？啊，朝三暮四，朝秦暮楚，一天一个主意，一天变个想法，我怎么谈回恋爱就跟坐回牢似的呀？我怎么就惹你了？我哪儿招你了？哎，我就非得告诉你我的钱从哪儿来吗？你就不能变得超凡脱俗一把？你就不能变得跟别的女人不一样？看你发情的那个样，跟捡来的一样。我会把钱还给你的，棍子，谢谢。我又错了吗？知道泰坦尼克里那露丝为什么不跟那个百万富翁好吗？他这山望着那山高，他得了便宜还卖乖。那个暴发户太德行，太俗。太俗？你是在说我俗吗？那我过去没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约会啊？你以为你是谁啊？俗的雅的你全要。棍子，我现在想的跟以前不一样。那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也不想知道了。是你，我是我。王八蛋，死棍子！我的爱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不是我想的那样？
是不是永远也不会跟我想的一样？这是个湿漉漉的夏天，我本来以为今年这个夏天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会有一个梦，会有一个爱人，他看着我为他幸福，看着我在他面前撒欢陶醉，有钱有势，有勇有谋。是不是全是这箱捡来的钱出的错？十几斤重的钞票不能换回一个爱情？难道爱情更重？到底有多重？重得像鸽子的一根眼睫毛。可我已经捡了100万，哪个天杀的给我这么好的运气，叫我们家鸽子飞了。棍子不知道，我爸出事以后，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变了。现在我更需要他，而不是钱。但是棍子根本不了解。离开北京了。那你要去哪儿？别的地方，借钱还你。是我逼着你这样的吗？你要去南方，离开我，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好好跟我谈会恋爱？我们同气连枝，比翼双飞。我们不是有钱了吗？我告诉你还有更多，你想要什么就跟我说，我活着有一多半都是为了你，哥哥，让你笑高兴，活得有滋有味的，让你离开这个每天给别人陪笑的工作，让你花容月貌。干嘛要去别的地儿？我活
跟你说那钱是从哪儿来的。当你还没有和一个姑娘结婚的时候，你永远也无法了解这个姑娘。其实追求任何一个姑娘都是在蒙在碰，它不像写文章那么容易，更不像捡钱那样有计划是拗口。爱情是一件毫无成分的事情，你唯一的一点条件或者说优势就是你是个男的，而有的时候你连个男的都做不好。还有姑娘需要钱吗？需要吗？不需要。需要吗？不需要。哦，爱和情原来是两码事。真的要走？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跟我说话，那算我送送你行吗？几点？快了。再见吧，王小贵。哥子，你别，张伟哥，王掌柜，你不要再跟着我了，你已经告过别了。张伟哥，我们没有告别，是你跟我告别，我没有，我不想跟你再见。对，我们不会再见了。说了，我不是再见，是告别。待会儿有人来接我，你可要放尊重一点，让别人看见不好。别人？谁呀？你新任男朋友吗？那我是你原来的男朋友，我送我原来的女朋友，要谁批准吗？王小棍，你要再跟着我，我喊了。你喊，你喊，我已经是犯罪嫌疑人，我怕谁呀？张美哥，你想吃冰棍吗？
下。你听我跟你说，那我是什么样的女孩？鸽子，我知道你恨我什么，我知道，可是我不能告诉你，鸽子，要让你知道的话，那我的一切都完了，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完了。天知道是什么把我逼成了这样，我差点跑进别人家去打劫。我没办法，我看着你每天出去约会，我知道你一定是等不及了。可是谁家的钱能一夜之间挣出来？你，我再看看这条街上的人。我知道我是个杂种，混蛋，我不好，可是我真的没地儿说我心里的事儿去啊，哥哥。我拿男份报啊。时间快到了，对不起啊，杨总，今天我还有事儿，您先走吧。哎，怎么了？不是说好了吗？哎，你干嘛？怎么了？有什么呀？不说好了吗？要不这样，我先把他以后的故事讲给你听，反正这文章也要连载，行吗？你干嘛？我帮你拎包啊。不用。你这包怎么这么轻啊？他没那么大胆子去拿那些钱，箱子太沉了，又不知道什么底细，可是他怎么也下不了决心。说到底他是一善人，突然之间那么大一堆钱摆在面前，想来想去没办法，人有的时候是真受不了这种诱惑。可这一切都错了，当时他取走这个箱子只是心存一时侥幸，可后来那些钱花着花着越花心里越没底儿，越不踏实，到最后完全找不着北了。自己是谁啊？他是他们还是另外一个他？说到底这钱终究不是他的，永远都不是。我是棍子吗？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但至少我现在能把这事儿想清楚。那刚才那人他就没报案呢？他一直在打听这事儿，来回去了丢钱那地儿好几趟，可是连个影都没有，好像这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好像人真能不知不觉发一笔大财。
再说捡钱那小子，他不回家，他先把钱弄平安里垃圾站，事先都把时间算好了，什么时候清一次弄得门清。果然几天以后，他顺利地把密码箱取走了，但从那以后他就掉进了火坑。这是明天报上要登的。那你告诉我，那箱子里一共装了多少钱？100万。100万？我跟你说过，爱情这东西很他妈顽固，两手还捡到了。即使你以后变得一文不值，我也不在乎。真的？真的。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哎，经理，怎么那么多丢钱的人？一下我都来6个啊！经理，我不想换工作了。为什么？有钱人其实没那么可怕，跟没钱人一样。什么？是。哦。请问您丢过钱吗？那您捡过钱吗？我丢也捡过，我捡的是自己丢的，丢的呢是原来自己捡的。我富的时候你穷，等我穷的时候就该你富了。这世上的钱一共就100万，您什么时候穷？我怎么没你小子这么有运气，说捡就能捡着？别又是瞎掰呀，蒙我来搞什么调查吧？你到行政部去登记一下，看哪个分公司丢的钱。我没丢钱，到了冬天啊，学校要是有冻，我想反映反映教室，俺想拿学校财产做抵押，想给你借点钱用，中不中？不中。那算了，俺走。哎，你等等。这钱你拿着。这是我们自己的钱。嗯，这算吧。穿上试试吧，我刚织好的，用了快2斤线了，可暖和了。好看，真好看。可是这大夏天呢，马上就是冬天了。故事你都知道了？知道了。包括后来的？包括后来的，我的、你的故事。你还相信我吗？别的来不及说了，今晚我就去自首了，也许你永远也见不到我了。断了。
兰亭。我觉得不像，倒有点像泰坦尼克。好不容易才这么美。反正人不能只为了钱活着，很累，很没有追求，很光棍，和二球。他是你的吗？谢谢你哥，可帮我大忙了。那天啊，我喝多了，一群哥们儿敲打我手机，我起来一看，箱子不见了，着急寻了半天没寻见，幸亏你介绍了，要是别人介绍还有我的好了，钱花就花点了，就当我谢谢你，你也不要往心里去。钱我一定会全部还上的，就是希望您给我点时间。嗨，花不花无所谓，没关系。现在像我这样想捡钱的人很多，您得当心啊。那是那是。哎，请问先生，自首前我是一家调查公司的，我现在想做一些随机访问，您别介意啊。哎，你说没问题，你说。您这钱从哪儿来？不是，您是靠什么成为百万富翁的？我是说知识还是关系还是别的什么？挣的还是赠的还是继承的还是捡的还是别人剩的？你管起我的钱从哪儿？那您怎么花你们钱？我是说一般消费方向是泡还是唱还是造还是捐还是刘文彩还是南霸天还是盖茨比尔还是比窦娥还远？同志，你怎么找了？同志，我替你这些我不要了，咱们这事儿没处理完，您不能找，知道吗？我替你，我这些真的不要了。新闻社消息，警方在找到一笔遗失的百万巨款和失主后，失主却拒绝认领，这样子警方不得不全力追踪此人的线索。最后，你看我年纪轻轻的都讲到了最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对于我这种善于想入非非的人来说，走到这一步该有多难。最后，假如没有太多意外的话，这应该就是最后了。我娶了鸽子，一年后她怀孕了，一年后她生了小胖子，三年后小胖子上幼儿园，七年后上小学，十四年后她上了中学，第一次成了个小男人，并开始像我一样想入非非。这期间，我和鸽子爱着，有时候恨着，有时候吵架着，有时候后悔着，有时候分床睡着，有时候小别一段时间新婚着，但终究是生活开始攒钱。当我们中年了，老了，没有精力和热情去移情别恋心猿意马的时候，我们最终变成了我们自己。只有棍子和鸽子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男欢女爱里的，丈夫和媳妇儿里的。保证给你们捡个大点，不，中个大点回来。你还想什么？爸爸，爸爸，咱们挣钱去喽！水壶，水壶。小棒子乖啊！棒子乖啊！爸爸运气肯定好，又支援国家，又照顾咱家啊！以后长大一定要谢谢爸爸。爸爸呢？哎，来。等一百万，凭着那青年，永久的血。
花花世界整整一百万，你这个青年求求你别喊，天已经亮了，我不出